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清零与经济抉择二十大后中国观察特别报道，我是秦林谦。我们要带您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的就是大陆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现象与影响。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各行各业变得很萧条，导致失业率攀升。那么来看看，像是今年的失业率就飙升到了17.9%，是整体失业率的3倍多。我们的记者亲自访问了20几岁的大陆失业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入行才2年就遇到了长达3年的疫情管控，失业导致他们的压力超大的，对未来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方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中共20大开幕典礼，习近平一席话粉碎了14亿人期盼3年的解封幻想，苦日子原来还没到头。疫情之后呢，到处都是在找工作，而且比较焦虑为以后的生活，因为你想想以后的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去养老，要怎么办去娶老婆，还要这边买房子，还为以后的小孩的生活打算，一想哇头都大了。蔡泽豪26岁，广东潮州人，疫情第3年他失业了。那时候每天还看着自己的那个存款都在减少，又没有额外的收入，每天晚上都在想明天要怎么办，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头一个星期还掉头发。之前蔡泽豪是办公大楼的楼面主管，老板努力扛了3年，最后不敌被封控2个月，把大伙解散了。为了省房租，蔡泽豪回老家和父母住。问他工厂很缺人哎，不先去顶着吗？不好，你这个人年轻嘛，你出来闯荡，你不要坐那里跟机器人一样，真的在那里上了1个月班之后你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呆呆的。如果要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对同样是26岁的 Mino 来说短暂而绚丽，因为现在只能成为回忆。我们台北那边的员工有裁掉大约1/3，然后部门有一些该就是也会有一些合并。是的，他也是一位年轻的失业者，大学念编导，对策划舞台节目很感兴趣。为了追梦， Mino 从北京飞了1200公里到上海，现在他形容自己龙困浅滩。也有很多同事都失业了，然后以及说我现在在找一个想和我经验相关的机会的时候，发现真的很少，因为现在没有大型的活动，也没有会展。疫情反复，说好的演唱会要么取消，要么改线上，老板只好把多余的人力裁了。真的就是也很少有机会去跑到巡回，非常惨。我入行2年多一点吧，就疫情了，好难啊，看不到。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在哪里。你以为在中国大陆蔡泽豪和 Mino 的失业只是个案吗？其实满街都是，连大陆国家统计局都坦承情况严峻。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呢还是比较多啊，国内需求恢复呢仍显不足，企业经营呢仍然比较困难，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恢复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那么从10月份的情况来看呢，经济恢复的势头呢是有所放缓。翻开2022年10月，大陆总体的失业率5.5%，但是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却高达17.9%。换言之，每5.6个年轻人就有一人失业。25到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则为4.7%，相对好很多。第四季同样不乐观，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促进四季度的经济持续恢复，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它那个鸡仔饼也是澳门很有特色的，这个鸡仔饼。对，哦，还有老婆饼、杏仁饼那些都是。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珠海通往澳门的海关拱北口岸。在疫情之前的时候呢，清晨6点钟有不少的珠海人呢透过了这个口岸到达了澳门去工作。到了晚上6点钟的时候呢，是换澳门人呢来到了珠海过日子。为什么呢？因为珠海的物价比较便宜。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在我背后两边往返的人潮明显少了很多。我们现在的话呢，再转个身来，在我的背后的话呢，就是拱北口岸的地下商街。你可以看到呢，整个商场人潮明显少了90%。现在的话是107，107，对。哦，现在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现在的话就是你人民币换港币就会比较贵一点。你们这边连电话卡都有的卖就对了。
哦，是流量卡。珠海通澳门的拱北口岸，疫情前单日客流量超过46.6万人次，远超深圳的罗湖口岸，成为全大陆第一大陆路口岸。2019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旅客1.45亿人次，商铺都要用抢的。以前我们在这里的台湾同胞在这里卖香肠，他就光卖香肠，一天都能卖大概4000条的香肠。很多哎、欸。对。现在应该没有办法了。现在可能10条都有问题。现在的拱北口岸地下商场，到处招租的店铺，餐饮区大大的租字，下面一行商机无限。可惜指的不是现在，以前像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铺位，估计都要大概要10万块钱左右。对，那一铺，而且是一铺难求。估计折了70%的那个了，对啊，生意差了很多啊，有折半嘛，差不多，暂时先这样子了，看一下。疫情等慢慢好转了，慢慢好起来了。珠海台商蔡嘉伦从拱北口岸回到自己开的补习班，大陆实行双减政策后，他只能把数学班改成心理咨询。我们这里的面积其实是比较大的，它总共有大概有400多个平方米，最鼎盛时期的话大概是有300多个学生。对，然后就像礼拜六日基本上就所有教室都是满满满的，然后一堂一堂接着一堂。对，然后因为所谓双减政策的影响，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做学科的辅导，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都是纯心理课程，那还有一些什么思维课等等。我们现在手上的学生大概是在50多个左右，鼎盛时期大概有20个员工左右，现在大概是8-9个。当别人偷偷找学生私下补习时，他选择不犯法，日子没有以前好，起码过得下去。但疫情封控，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他只好卖掉一栋房、一辆车，口袋随时备着现金周转用。因为我这里面积也比较大，然后人工也员工也多，所以纯支出一个月大概至少得到10到15万左右。对，那你完全如果通一个月，那等于就这个月就至少得亏15万。我们没有办法预估什么时候会又有疫情要封锁，那我得准备钱来去运营嘛。收入肯定会下，失业率我觉得政府报的失业率肯定是不准的。我周围的人都没有工作，哦，都闲下来了。哦，他们原本都做什么？做各行各业，有做贸易的，做实体的，实体的没有一家实体好。再这么搞下去，老百姓受不了，老百姓受不了，政府也受不了。啊，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以稳定为主。如果这样的话，我担心这社会要动荡。二十大落幕，大陆坚持清零持续，民众不满的情绪高涨，抗议如野火燎原。外媒称这是64后最大规模的抗争，就发生在习近平第三个5年任期开始的第34天。采访报道时，应提前出示记者证。不得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这对于任何媒体都不例外。如今大陆将其定调为颜色革命，借疫情乱象祸乱中国，并发文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希望这些冲击大陆体制的抗议活动不要演变成进一步的社会动乱。 TVBS 新闻陈旭毅、陈向如，广东北京报道。我们刚才看到了中国大陆经过了3年的严格控管之下呢，很多人都失业了，那么各行各业的冲击也非常的大，经济严重的下滑。 TVBS 北京特派特别前往了大陆制造业重镇广东省，去看看疫情防控再加上俄乌战争爆发之下，他们都是国际上呢这个制造业的龙头之一，偏偏呢遇到了大陆动不动就封控，导致呢很多的营收锐减，苦不堪言。我们公司因为疫情呢，确实损失不少订单，可能有50%左右的。经销商他没有办法透过展会来了解到我们新产品，
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去下单，所以我们的订单量就往下降了30%到40%左右。买这个一个高单价的船呢，都是要客户要参与其中的，要来看。然后呢，因为疫情关系，它过不来了，对这个订单量确实影响很大。那时候本来说一年应该可以差不多，但现在一过已经快3年了。这只船有两个驾驶，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这个仪表就是适合夜间航行。另外，这个船有那个稳定仪，啊，这个船在风浪当中也是很稳定。这艘60尺长的游艇正在下海试船，再过一个月，它将运到一位加拿大买家的手上。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吊柜，这里也取消掉，所以这里的厨房呢可以看到下面去。本来吧台呢，我们标准是比较长的，到这边来了，所以它也切短，这个地方也通透出来。陈宏文，广东珠海的台商，正骄傲地跟我们介绍，他经手的每一艘船绝对经得起考验。台湾的五金供应链很强，这些台湾的东西，那这些呢就是欧洲的灯具是欧洲的，那这些木头呢是缅甸柚木，然后引擎的部分呢我们大部分是从美国来的。到珠海创业24年，陈宏文建造超过400艘游艇。包括 Excel 的总设计师 Stephen J. Harry， Outlook 设计师 Brian McDonald， 前波音总设计师 Dick Johnson， 前星巴克资深副总裁 Dave Awesome 等人的私人游艇都出自过他的手。带大家来看一下船下呢长什么样子。这个地方放的呢是烘干机，下方放的呢是洗衣机，同时的话呢这边还有很多的收纳空间可供使用。我的后方呢是机房，这里的话呢是电机室，接下来的话呢是主卧，可以看到呢在这边还缺了一个床垫。主卧它配置的窗户呢是比较大扇的。而这么豪华的游艇怎么会少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呢？这边还有上下卧铺哦。以我身高160公分的话，躺下来绰绰有余，更何况呢这是加拿大人他所定制的，身高180公分应该塞得下。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船头的部分呢，这边的话呢还放了一张双人床，同时呢因为是船头风浪比较大，所以呢它配置的窗户比较小。距离陈宏文40公里外的广东中山，国父的出生地，创业30年，台商制造的家具连美国白宫指定的家具供货商都曾买过他们的手绘木质柜，组建他们的做工精致。这边有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一个在钓鱼的，有一只鹿，这个都是手工画的。这个工艺呢我觉得是做一件少一件。电视柜它上面用就是天然的牛骨，是纯正的牛骨，对，它有1600多片牛骨，所以说我们其实那个是人工来做成的，这个东西是慢工出细活，急不得。然而这些辉煌成就、非凡工艺都不敌大陆长达3年的疫情封控和乌俄战争因素，险些被打趴。以前买一台引擎可能5-6个月就可以买到了，现在买一台引擎尤其是齿轮箱都要12个月，所以它拉长了整个的生产链的时间。供应零组件到货时间一拉长，不仅影响交船速度，也增加海运成本，大大影响买家意愿。这可是动辄3000万台币以上的损失啊。爆发的那一年呢，我们生意就被取消掉至少是5-6艘订单，直接取消掉，本来已经卖了它也取消了，所以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大概是几百万美金。疫情不少人生计受严重影响，买房的钱没了，贷款的钱缴不出来，大陆建商现金流出现问题，干脆少建或停建。房地产大萧条直接冲击的产业之一就是家具，一般都是新房占我们可能所有的营业额的80%以上，但现在房地产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可能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施工，所以导致那个封顶啊、交楼时间延期，后续买家具买配套的也就跟着下降了。黄冠杰，美国念完 MBA 回来的台商二代，偌大的木材仓库，他感慨的道出今非昔比的无奈。我们早期这个仓库是堆满的，所有都是堆到顶，包括我们中间的锅炉堆满，但因为疫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买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呢大概是以前的大概1/4吧。疫情封控，大陆家具展大幅减少，经销商订货也跟着少了。黄冠杰这位准备接班的台二代
一方面要坚持品质，一方面要拓展通路，压力不小。实际来到了广东中山的家具制造厂，60亩的地，原本呢是3家厂房，现在关掉只剩下1家，而员工呢最多时期是1800多位，因为疫情减产，现在员工剩90几位而已。像这个2米长的东西，它不外乎就是我们的床刀嘛，我们床的配件，这个就是我们的柜子，这个是床头柜，高楼层的话，它的电梯是上不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高于2米的把它做成2节，各位看到了已经是少很多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有一点点生产线踩刹车，不然以前其实全部马力全开的时候，这边全部都是堆满的。为了救经济，大陆政府更严厉的执行动态清零，核酸检测是其中一种手段，保守估计一个月耗费700亿台币。地方政府的财政早已难以支撑。根据大陆财新网的报道，2022年1到3季，前9大的核酸检测机构的应收账款高达1582亿台币，证明了地方政府逐渐难以应付，导致欠账事件频传。其中一家上市的核酸检测龙头迪安诊断，前3季的营收683亿台币。但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因为应收未收账款达470亿台币，难怪20大后核酸检测有所放宽，不排除就是再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隔离措施呢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优化调整，连同境外隔离也少了2天，预计可节省30%的隔离资源。每一项措施的优化都是经过反复研判，科学论证。2022年，大陆第一季的 GDP 增长4.8%，第二季0.4%，第三季3.9%，综合前3季，大陆 GDP 同比增长近3%。14亿人口的防疫与经济，孰轻孰重，恐怕难两全。TVBS 新闻，陈旭毅、陈向如，广东报道。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是全球现在少见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国家，不过由于他们的封控检疫手段真的是过于极端，所以导致各地的乱象不断，民生经济重创，大陆民众终于压力锅爆发了，在全国各地发起抗议行动。虽然大陆官方已经稍稍的松绑，但是不代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就此转弯。专家认为，如果在疫苗覆盖率跟保护力不足的状态下跟病毒共存，大陆的医疗系统势必面临崩溃，反而更不利维稳，所以外媒就研判接下来很可能会朝着软硬兼施的方向进行，一方面呢小幅度的简化防疫，同时呢民间则是强力打压示威民众。民众叫嚣怒骂，与身穿白衣的防疫工作人员当街对峙。甘肃兰州市一名3岁幼童，由于一氧化碳中毒，社区检查哨却不放行，导致延误就医，不幸身亡。官方无人性封控，让居民群情激愤。最后的结局就是出动大批武警镇压，但在暴力式清零没停止前，这样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你看看这孩子要烧40多。河南14岁少女郭晶晶在隔离所发烧不断抽搐，医护人员袖手旁观，害她病危抢救无效。郭晶晶生前垂死挣扎之际，中共20大正如火如荼在北京召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全面掌权，这一刻台面下天怒人怨已野火燎原。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冒起阵阵浓烟，民众拉起白色标语，呼吁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这在天子脚下何其刺眼。中国大陆自疫情爆发以来，因为始终坚持清零，无视被封控打乱生计的普罗百姓，没病死可能先饿死的恐惧在每个城市角落逐渐蔓延开来。请大家理解封控，先回去，不要聚集在这个地方，行不行？
西藏首都拉萨自八月初传出疫情后，全城被静默三个月。由于物资缺乏，防疫乱象丛生，收入断炊的农民工们忍不住上街鼓噪，直嚷嚷着要解封返乡。野村证券报告指出，截至10月24日，大陆共28个城市正实施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超过2亿人受到影响。随着冬季到来，变种病毒株肆虐，野村悲观预期，中国大陆到明年3月前都将维持动态清零，封控手段甚至会越掐越紧。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按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工作要求，科兴、国药这些所谓的减毒疫苗，他们在病毒的一个防护上来讲，面对这些不断新的变种病毒的传播上，可能它的一个效力还是比较差的。如果每天中国都1000多人死亡，那一个月可能要3万人死亡，我想这个对中国的政府的统治来讲，可能不见得会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朝马桶丢入消毒药剂，大号得放4片，小姐丢2片，确保流向公共管线的排泄物没有病毒残留。这个消毒片的话，它还有另外发一个像这种喷洒的罐子，它我们每一个消毒片呢兑500cc 的水，然后每天要在房间里面喷一下消毒一下。防疫旅馆规定巨细靡遗，然而再怎么围堵防控，中国大陆近期单日新增本土病例仍持续攀升。原本外界一度传出官方想放松管制，但台商王小姐从当地紧迫盯人的情况研判，恐怕没这么乐观。我出去取餐的时候，还有做核酸的时候，因为我只有戴一般口罩，就我就被大白警告说一定要戴 N95 口罩出来取餐跟出来做核酸。因为6月初解封之后，现在已经10月，其实又有蛮多人回来了，就是因为刚好去找房子嘛，就是你本来觉得这阵子应该很多人搬走，房子房价应该比较便宜，但其实也并没有，因为听到别人就是会说其实高管又回来了。就算无法解封，钱还是要赚。任职外商的上海台干陈小姐表示，先前被封控吓跑的外籍员工已陆续重返岗位。不过清零重创经济，包括亚银、世界银行、标普等国际机构都将中国大陆今年 GDP 估值跳水式下修至2.8%到3.3%，未来适度开放势在必行。我大陆的朋友是说，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境外出游的那个什么签证已经开始在开始可以办了嘛？我觉得它只是面上动态清零是他们的总方针，不会就是面上还是不会说要松绑，但是它的实际的举措就是慢慢解绑呀。动态清零政策执行作为有力的李强，竟然直接可以接任国务院总理，看起来中国要把动态清零做好做满，这个方向恐怕是非常确认的。所以就连外国的相关的分析家都认为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恐怕要坚持到明年的第一季，甚至第二季，也就是说到明年年中，全世界的疫情都真的缓和下来，中国才可能完全放宽动态清零。观众脱下口罩狂欢痛饮，停办3年的国际七人橄榄球赛在解封后第一个周末迎来滚滚商机。香港不采取清零，而是入境0+3，也就是取消强制隔离，做3天健康检测，防疫一国两制走自己的路。北京的高层也感受到，如果说要让香港保持动态的清零，那它的结果可能就付出越来越多人离开香港，包括今年以来我们都注意到说许多的外资都陆续的离开香港，因为大家认为香港的这样子的过去的比较长期的清零政策跟欧美的防疫政策有很大的落差。境内跟境外松绑这两件事情，你也感觉得出来北京似乎是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只是这个平衡到在你强力实施动态清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足以让全世界相信？为米平民怨，中国大陆宣布入境隔离从7+3缩短为5+3，登机前48小时2次 PCR 也减为1次。但动态清零方针在明年3月人大会议前不会有太大改变，究竟维稳至上或生命至上？答案呼之欲出。
TVBS 新闻罗世鹏、戴元丽台北报道。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看的是香港的情况了。香港呢也是历经三年的这个新冠病毒，香港终于开始走向解封之路。从9月26号，香港宣布入境管制从3+4放宽到0+3，以及呢11月再放宽海外跟台湾人进到香港的核酸检测次数由4次减少到2次。但是疫情之下呢，也是已经重创了香港的金融经济，尤其呢在这个闹区尖沙咀跟中环。商家倒闭的状况非常严重，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往日荣景，也成为香港疫后复苏的重点之一。嘉年威老道唔使讲噶啦，执噶啦，执噶啦，全部都。我最上一次嚟2月嘅时候已经睇到系执噶啦，都从未系开过，直情系清空咗啊！呢度嗰个执笠嘅情况系相当之严重啊！街道上除了施工的骑楼外，其余两旁的商店、商场铁门深锁。这本来是香港的购物闹区之一尖沙咀，不过如今的街景、繁荣景象已不在。上面咧就本来是古惑仔餐厅啊，而家都执咗啦。0+3啊，应该有游客嚟啊，理应啊，呢个系官方嘅谂法。但系咧，实情又真系唔系话喺几多条街又复苏啊。我见到咧好多铺头喺尖沙咀咧都系执得执啊，空欢喜一场。喺呢个2022年咧，由年头到年底咧都冇复苏。9月26号，香港宣布入境管制从3+4放宽到0+3，做3天健康监测，以及最新海外和台湾人进香港的防疫措施，核酸检测次数由4次减少到2次，不过仍然未激起香港的旅游观光人潮。喺整体，譬如你去到而家嘅钟数，譬如讲紧夜晚8-9点，你去到中环，其实已经系人烟稀少噶啦，即系已经条街好少人。你去到尖沙咀呢啲一貫嘅遊客旺區，其實你係覺得一啲都唔似係一個遊客嘅地區，因為條街係冇曬噶，咁變相啲鋪頭就會早啲閂門啦，咁啊餐廳早啲落場就閂門啦，咁成個氣氛、成個地區。咁就會即係變相差咗好多，我唔再覺得香港係不夜天。不用再隔離，但是出入場所也有所限制，包含主題公園、餐廳都不能去。要如何判別，就得靠安心出行，一入境就要下載使用作為通行憑證。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有一啲係入到，有啲入唔到。咁究竟係點？有啲咩入到，有啲入唔到咧？係令到好多香港市民都係無所適從嘅。是不知道個情況是怎樣，是很複雜的。冇用的，政府自己本身都講咗係冇用的，佢純粹係慳一個數字嘅啫嘛，其實都追蹤不到的，係啊，咁同埋都係有啲法律嘅漏洞喺度咯，實際嘅作用就不太大咯。咁一般市民點樣睇你呢個安心出行啊？大家都係覺得冇用的，呢個真心的。依旧强制戴口罩，不过已经慢慢恢复在餐厅用餐，但对安心出行扫码，不止在地人觉得麻烦，所入境香港民众都得受规范。而移民来台定居的 case， 因为限制太多而难以回乡探亲。就是我们现在回去香港的话，还是要一定他们会安排，就是你一定要安装这个 apps。很好，再看回去那个刚刚那个位置。按下快门引导模特换 pose， 架势十足。2019年来到台湾创业夫妻，开启移民台湾的生活。不过没过多久就遇上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不过相比香港，在台湾的防疫生活相对简单很多。我听到我一些朋友就是比较觉得回去以后，就是台湾回去香港以后，就会觉得很不方便，然后还是觉得基本上，因为香港人家里比较小，那你想约朋友出去吃饭的话，你就头几天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那时候你还没有通过他那个健康码。我希望真的是没有那些什么安心出行那些之后才回去。不会那么麻烦。从疫情爆发以来，累计到11月底，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其中完成2剂接种比例已经达到92%，第3剂也超过80%，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中国大陆要采取这么严格的清零政策的原因，因为中国大陆跟香港在过去早期，它也都是施打科兴疫苗居多，香港。在这个疫苗施打政策的这个种类改变之下，
然后预防的中重症死亡之后，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轻症，然后再加上今天他们的追加剂施打的好，所以他们也开始对于隔离哦，慢慢从这个核酸检测哦做核酸检测来取代隔离哦，所以香港其实是在跟着全世界的步伐来讲是蛮一致的啦。在中国大陆严格封控、动态清零的步调中，香港成为最开放的地区。但过去一年，这个被誉为亚洲世界城市的金融中心，已经有超过113,000名居民离开，包括外籍人士和其他非永久居民，严重冲击到产业复苏脚步。说过去两三年，因为反送中，然后因为港府的措施，再加上香港政府跟中国内地政府那个连接性越来越高，导致国际企业跟外籍人才流失掉的一个重要的主因了。那甚至有很多香港的专业人士也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思考说，哎，我往其他地方去移动。那疫情的因素让封城啊，让管制这个行为更凸显，就是说人不能自由的流动。可是现在解封之后，他还是要面临到原来的那个问题，其实没有解。不止疫情，还有国安法导致人才流失、外资出走，让金融市场持续探底。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外汇存底已经减少6250亿港币，大约台币2.5兆，跌幅高达16%。人口外移缺口成当前棘手问题。香港政府祭出中国大陆和澳门港人回港易以及来港易计划，而位在香港深圳的交界处罗湖也积极向香港人才招手，意味着有望成为下一个开放区吗？这个可能还要后面来观察了，因为像最近广东的疫情其实也逐渐升温中。那罗湖虽然是一个口岸的城市，它基本上就连接了香港跟中国大陆内地往来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你说香港的经验会不会让罗湖甚至比较靠近香港这个区块的地区开始做一些比较有弹性的设计？这个其实要看这个经验到底是不是能够应用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下面给了地方政府一些比较有弹性的方式去处理他们自己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每个地方它所设计出来，包含要怎么样去管制，包含怎么样维持最低条件的生产甚至商业的运动，他们其实每一个做法上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香港可能是一个他们自己在发展跟探索的一个方式。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地广人口多，与香港防疫经验大不相同，只能因地制宜。而在封控制度外的香港，权衡防疫与经济，要创造疫后新局，也背负重大考验。 TVB 的新闻廖广斌、刘义军台北采访报道。事实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几年受到防疫管制的措施跟国安法的影响，向来以全球金融中心自居的香港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的风光。由于大量的涌现移民潮，而且呢是外资撤出，所以他们的经济成长下滑，香港的房价已经跌破了5年新低，豪宅的成交量也来到了9年的低档。不过反观快速开放跟病毒共存的新加坡，根据当地的旅游业者观察，今年来自全球的观光客是越来越多了，加上在密集举办的国际会展带动之下，让新加坡几乎是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热闹状态。尤其是政治环境不像香港一样的绑手绑脚，也让高度自由的新加坡现在成了外资最佳的落脚处。香港最受欢迎的赛马场地终于重新开放，民众在户外脱下口罩，喝点啤酒，找回久违的生活小确幸。香港放宽防疫后，大型活动陆续举办，试图回归正轨，但部分管制仍压抑香港经济，难以施展拳脚。每年秋天登场，亚洲最大产品采购会 Mega Show 暌违2年再开张，人山人海景象已不复见。疫情爆发前，平均5000个摊位的规模，今年只剩700多个，买家人数锐减90%。香港社会担心政府挤牙膏式放松防疫，吓跑外国商务客，长此以往，只怕经济渐渐窒息。
十一月初，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香港盛大召开，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瑞银、高盛等管理资产规模相当于欧元区去年 GDP 总和的董事长或 CEO， 等着看香港是否准备好重回世界舞台。As have many other major cities worldwide, Hong Kong has been through ups and downs over the years, but our resilience remains.Remarkably unmatched. 香港体认到自身没有清零条件，因为两年多来的严控代价慢慢浮现。2022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香港被新加坡超越，今年 GDP 也预估将衰退3.7%至零成长，财管收益下滑，跨国企业总部加速减少，资金和人才不断撤出的结果就是商办叠价房市抛售。历经过2003年 SARS、2008年金融海啸。与疫情考验的东方明珠，这次能浴火重生吗？清零大幅限缩整个香港的行动或流动自由，而整个香港国安法是给外资一个比较长期的担忧。法治指数 WJ 他们的评比里面，香港的各个方面都是往后走的，包含了法治、司法跟政府的效能。我嘅时候唔知点解我讲嘢就变咗咁啦。气球表演收放自如，魔术技巧纯熟，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业界资历18年的香港表演工作者鸭仔哥哥，疫情爆发前，商场和乐园活动应接不暇，让他单月收入平均可来到3万港币，折合新台币约11万。但疫情爆发后，接案全部喊卡，收入也几乎归零。最严重的时候是美容、美发，然后按摩、KTV 那一种啊，看电影，全部都要关闭，就是他们也不能开。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维持的就是，你每一波来就大概有2-3个月，就是停一波来2-3个月停。那我们呢，也跟他们差不多。这边就是搜狗后面世贸的旁边。晚上8点，本该最热闹的黄金时段，少了观光客，大片店铺闲置，就连旺角和弥敦道陆客必访的金饰店也收摊，部分店家延后开业，街头一片萧瑟。香港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加快松绑脚步，希望为景气注入活水。应该开始要走上坡了，然后一些以前过去2年有取消掉的一些节目呢，今年也应该开始就是陆续开放了。我上个礼拜呢，就一天要跑5场，就是说布置，然后那个 balloon race 就是做气球造型，然后魔术表演，就是忙成这样子。那我现在站在的地方是新加坡最繁华的购物商场乌节路。相比去年呢，今年的人潮呢是非常的热闹。耶诞灯饰全部点亮，处处是购物人潮。新加坡从今年10月开始全面解除禁令，没打疫苗的民众照样能在餐厅内用。接着11月不再公布单日新增病例，改以7天平均值作为疫情观察指标。新加坡11月这个季度就有19个国际会展在这边举行，哇，真的是超可怕，整个新加坡就是大爆满的。因为我有一个客户，他是11月16号到19号，他要来参加会展，然后他临时订那个饭店，结果是一间饭店都订不到那一种状态了。觉得哇，新加坡竟然可以已经恢复到这个地步。新加坡经济快要恢复至疫情前，因为最新数据统计，樟宜机场已经跃升为2022年亚太最繁忙机场。截至8月底，旅客人次来到1650万，比去年同期的305万人次暴增5倍之多。而香港仅仅172万人次，掉出亚太区前10大。新加坡落实与病毒共存，晋升为东南亚和亚太枢纽，机遇千载难逢。其实你不用施打疫苗啊，也是可以入境新加坡，然后只需要准备2天前的这个 PCR 阴性证明就好了。然后接着就是说，你入境新加坡之后，以前你会要检查疫苗状态，还可以去什么夜店啊，或是去一些这个超过500人的会展中心参加会议，这些也都全面取消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APEC 会议上与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寒暄。新港去年双边贸易增长30%，但撇除经贸合作，人才与资金的竞争正逐渐白热化。数据显示，去年有3000多亿美元流入新加坡，较前年暴涨60%，其中不少来自大陆和香港。外资对新加坡之所以青眼有加，政经制度的开放就是关键字。在全世界哈，所有东西你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和事佬，那样就是说它不被两个这种意识形态操控，一个是民主，一个叫集权嘛。意识形态，香港输掉了。那这种东西呢，大老板他不会跟你讲的，钱会移动啊，钱没有颜色啊，所以他就移走了。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拥有相似土地面积与经济规模，但一场疫情洗牌外加国安法干扰，如今香港屈居下风，地位此消彼长。TVB 新闻何家阳、戴元丽台北报道。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能够开放防疫政策，大家都很关心，因为这牵系到的就是全球供应链是否能够稳定，还有就是一般的民众生活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一趟再正常不过的出差，童男没想到竟演变成回不了北京的窘境。他成了众多有家归不得外地养马族群的其中一个。健康宝上有中高风险地区，就回不了京嘛。江苏也有。对，江苏也有，然后是广州，就这两个城市，就每个都得等到他健康宝里没有了才能回。原以为开车较安全，没想到这一耽搁就是10天半个月。坐飞机坐高铁，万一车上有一个阳了的，这不是 一飞机都得阳吗？做充电桩生意，现在岂是一个惨字了得？我这收入锐减90%啊！那老百姓都不出去了，都不打车了，那出租车、网约车也没有生意，那谁去充电去？就从大老板变送快递的。有啊，太多了，太多了，太多太多，很多很多，那没办法呀。我前两天跟我媳妇说，再不然我都准备开滴滴去了。有送快递的呀，现在送快递的，我身边真有。那肯定，那得活着呀。那你确实能理解。那你像你看现在外地好多人房贷、车贷这些东西，对吧？反正我看有的银行个别的给你减，就是让你晚还一个月、两个月，他也不能让你晚还一年、两年呀。疫情严重，北京一会儿停课，一会儿复课，收入锐减，童男连小孩上幼儿园的钱都得省着花。他现在去，他也得交一个月的钱，他才能上10天。我等于合着1800多，1000块钱。我说这，我就想，我还不如那坚持几天，我踏踏实实等到下个月再上呢。没有必要的应酬啊，就肯定先停了。大家，对吧？没事也别少聚嘛，对吧？就省钱。2022年10月，大陆出口2983.7亿美元，比9月下降了6%，是2020年6月以来首次转负。至于今年十月的贸易顺差851.5亿美元，较9月大幅下降20%。就算人民币兑换美元今年贬值近12%，也无法挽救出口下跌。而主要贡献大陆 GDP 的出口和基建顿时少了一只脚。至于第二只脚，占大陆经济活动1/5的庞大房地产业泡沫崩溃，也抑制购房者及银行的借贷和放债意愿。调整防疫政策势在必行。长期封控呢，不仅极大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容易造成焦虑的情绪，引发生活困难。这种情况呢，必须予以纠偏和避免。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宁夏银川，后车厢市集正热闹展开。为了吸睛，每一辆摆摊的车辆都进行设计，有娃娃瀑布，有布置成迷你小商店，有布置成女巫的水晶球。在2016年以前，我们当时看到宁夏夜市有很多这个摊点，但是呢，它是户外的。当时我们在这个台北在逛这夜市的时候呢，下雨了，我们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做一个室内的这个夜市，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我们开设了
我们宁夏第一个室内的观光夜市。这边则是小摊贩区，跟台湾的夜市一样，东西琳琅满目。现在每天能接待将近10000人次，每天的营业额呢是在这个26万左右，人均消费112块台币，这是大部分地区开展的夜经济。353岁的同仁堂变年轻了，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本大大的叫什么《本苦纲目》哎，什么很苦呢？包括了加班苦、早起苦、命苦，还有内卷很苦。因此呢，现在同仁堂他们专治现在文明病，包括了哪一些？起床困难症、职场内卷症、熬夜成瘾症、失眠症、暴饮暴食症、上班过瘾症、突如其来症。陈皮经典、肉桂、丁香等草本风味，再以桃子酒中和口感。枸杞马丁尼、菊花、枸杞风味配上鸡尾酒。严格的疫情防控下，大陆民营企业经营难，上市的国营事业也得自救，卖药兼卖调酒和咖啡。第一款的话呢，我们先来尝一尝，那就是陈皮拿铁哦，看看它的味道如何。真的有陈皮的味道哎。再来第二款的话呢，是罗汉果美式，这个是不加奶的，有罗汉果的味道。还有一个是枸杞拿铁，它是用枸杞的原浆下去泡制的。这个的话呢，咖啡味会比较重，枸杞的味道没有那么的浓。它的口感是比普通的拿铁多了一丝丝的酸甜感。普通的美式可能大家都觉得苦，但是我们的罗汉果美式会有很强烈的回甘，喝到罗汉果的甜。然后我们的陈皮拿铁用的是新会的老陈皮，然后味道会比较的明显，它陈皮的清香。它这个颜色是蓝色，但是它完全来自于我们蝶豆花煮出来的水，它是蓝色，所有的颜色都是不是色素，都是天然的。对，然后呢，完全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就一般糖尿病也可以使用的。食物之外，疫情导致门市老关门，药怎么卖？同仁堂研发超大型的药物贩卖机应用。这个设备呢，它可以容纳9000个 SKU， 同时它的精简度呀，在99.8%以上。我们每次单次取药的时间呢，在1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啊，这里呢，也是我们智慧新零售业态新的一个展现。当你在门外支付购药后，机器手臂就会开始抓药，接着送到了机器人车上，投递到你手中，24小时服务您。疫情爆发前2年，大陆由于控制得宜，供给能力远高于外国。2021年，大陆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增长21.2%，今年开始反转，大陆成了全球唯一还在实施清零的国家。封城导致订单转移，越南出口甚至超越广东深圳。大陆何时开放？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2月的这一篇，我们继续搞大规模封控，产生不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国家真的到了采取新策略、新方法对付毒性减弱、传播力超强、最新变异毒株的时候，或许有点端倪了。 TVBS 新闻陈旭毅、陈向如，北京宁夏报道。我是秦林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报道，我们再会。